无人是孤岛，一影一世界。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WeGo FM 孤单电影院，我是你们的 MC Johnny。今天要和大家聊的电影是赵薇导演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影片改编自青春伤感文学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或者是听说过了。电影呢，围绕着郑薇、阮婉、陈孝正、林静、黎维娟、朱小北、张大开等大学生讲述了一段令人叹息的青春往事。剧情呢，其实并不复杂，而且很熟悉，主要就讲了两个部分：大学时光和职场时光。大学的光阴由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迎接新生开始。18岁的郑薇从小便与邻居的孩子林静是青梅竹马，她努力地考上林静所在的学校的隔壁的学校，以为终于可以和自己心爱的大哥哥谈一场光明正大的恋爱了。谁知道林静却在此时选择了出国留学，郑薇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室友阮婉、朱小北、黎维娟以及师兄老张、许开阳等人的帮助下，重新建立起了对大学生活的信心。作为学校的两大美女啊，故事自然由郑薇和阮婉展开。虽然有富二代许开阳的疯狂追求，但郑薇却和老张的学霸室友陈孝正不打不相识，两个人从一对冤家竟然成为了一对恋人。郑薇在电话里问妈妈：“我想知道，要是我每天都想着一个人，白天想，晚上做梦想，也老梦见，明明很讨厌他，但是却偏偏很想见到他，一见他整个人的神经都绷了起来，跟他作对也觉得开心，但是看见他，听见他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就说不出的难受，就连我的好朋友劝也不行。我讨厌他，却不喜欢他讨厌我。他说我很烦的时候，我很想哭。我想问一下，我究竟是怎么了？”郑薇实在是个让人不得不爱的女孩，太有勇气，太洒脱。也许爱情就是给这样的人准备的，她足够完整，所以她可以毫无羁绊地寻找爱情本身，而不是自己所欠缺的那部分。让人最难以忘怀的片段是郑薇终于降服了陈孝正。她在雪地里走着走着，发现自己穿上了水晶鞋，那一刻的心花怒放，幸福满意，或许此生再难有。当这个女孩在毕业典礼上跳上台，蹦蹦跳跳地唱着《红日》的时候，便能明白，这是一个为了爱情可以飞蛾扑火、孤注一掷的女孩。谁的青春没有疯狂？明晚就算颠沛流离，明晚就算哭泣泪黑，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一首原唱李克勤演唱的《红日》吧。电影里的四个女生性格迥异，无论是谁，我们其实都能立刻找出身边某个朋友的身影。
无论是现实的黎维娟、女神般的阮婉，还是假小子朱小北，以及果敢率真的郑薇，他们一个个如此鲜活，就好像你我的大学室友，也因此以他们的命运展开叙述，让人难以抽离。大学四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本来憧憬着毕业后能够和孝正过上幸福生活的郑薇，再次受到了打击。陈孝正迫于家庭和生活的压力，选择出国留学，并且和林静去的国家一样。陈孝正对郑薇说，大概是我太小题大做了，不过郑薇，我跟你不一样，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准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所以我太紧张，我害怕行差不错。陈孝正是个太过理智和现实的人，他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母亲从小对他严苛，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这样的陈孝正从小都是优等生，每一步都努力精确，最后在梦想和郑薇面前，他放弃了爱情。这么好的女孩被他放弃了，似乎他也是没有办法的。记得郑薇曾经对陈孝正说过，阿正，从我们好了的第一天起，我心里就一直很害怕，我总是怕你就忽然不见了，你答应我，你不要突然失踪，我怕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等你，更怕我们走着走着就再也找不到对方。毕业那年，郑薇和陈孝正变成了两条独立平行的线，他们从此的人生轨迹毫无关系。一起来听一首王菲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致青春》，歌曲之后的一小段广告后，我们再接着聊。无人为孤岛，一影一世界， WeGo Cinema 马上开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疯了，累了，痛了，人间喜剧，笑了，叫了，走了，青春离奇。一段独特又略带哀伤的旋律，概括了关于青春的全部感情。每个人的青春或多或少都有些矫情，有为爱疯狂，为情所伤，有嬉笑怒骂，有悲欢离合。赵薇作为导演带来的第一部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正是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缩影。阮婉是电影中很多人都爱的校园女神，她沉着冷静早熟，有着超越年龄的端庄气质，可惜别人眼里的女神却始终爱着一个人渣。那个男孩是她的初恋，也是她一生唯一的爱人。对爱情始终保持着坚贞之心的阮婉，却苦苦地坚持着和自己早已不够诚实的男友的感情。男友把别的女生的肚子搞大，还处理不好，最后是阮婉四处借钱，并陪那个女孩去堕胎。阮婉没有骂男友一句话，只是说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却在回学校的火车上痛苦地哭得扭曲。如此美好的女孩，却在爱情里爱得这么低微。毕业后，阮婉为了男友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城市，想和男友好好生活，却遭受了男友家庭的阻力。
男友惧怕家人的压力，准备娶别的女孩。阮婉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却什么也没说，自己默默打掉了孩子。最后他相亲了，他嫁给了医生，安稳地过日子。可是后来却还是架不住爱情的呼唤，他要和男友做最后一次告别，结果却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死去的阮婉并不知道，那一次他的爱人又爽约了。他爱的人，他等的人，其实并不会来。阮婉死在了他的青春里，这也正像大学里他在大学宿舍里和室友们说的一句话，他的梦想是青春不老，女神阮婉终究不老，而他至死都不知道那个大学时代每周都要送满天星给他的男孩是那个爱了他一辈子的老张。看似大大咧咧的老张一直默默地暗恋着他的女神，就像满天星的花语一样默默无闻的爱。老张总是拿着花去墓园送她，看着她用了整个青春爱恋的女神，那些消逝的青春。电影的前半段故事在毕业聚餐上收尾，而镜头干净利落地转到了21世纪。郑薇在职场上是不断磨练，她已经成为了职场上的白领精英，她又重新遇到了曾经带给她痛苦的两个男人。在各种纠葛之后，郑薇终于意识到那些都只是她逝去的青春，不能再用过去的情绪来禁锢自己的情感，勇敢地面对新的人生是郑薇最终的选择。郑薇最终释怀了，放下了那些青春记忆里所有的介意和不甘。也许青春就是锐不可挡，有最苦的苦涩，但希望一直满满的都在，有希望在，眼前的一切都不在话下。所有人都在歌颂青春，就像每个摇滚歌手都有一首叫《青春》的歌，因为他们太爱那种感觉，那是多么的快乐和有意义。可以说大学时代的郑薇就是青春的人格化，那首《红日》蹦蹦跳跳唱起来的时候，我想所有人都爱上了她，就像所有人爱青春一样。但是郑薇最终不是曾经的郑薇，就像所有人的青春都会逝去，这种逝去并不是年华衰老，而是青春的心肠已逝去，那首红日终究是唱不出来了。最后一首来听一首《青春再见》吧，我们下期再聊。还不和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啊，青春再见。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